你到干嘛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你要摸摸看。有痘痘哎。我头型还不错吧？还不错啊。你要干嘛？下礼拜要开刀，所以我先理了个大光头。你脑袋要开掉了？对啊，就是在这里。医生会用电锯锯开头盖骨，打开脑袋，再把脑瘤挖出来。你很恶心哎，真的很恶啊。医生不是说开脑风险吗？是有风险啊，可是不开刀，如果脑瘤长得再大，会压迫到血管神经，会变植物人，连大小一变都不能控制，你就躺在，你坐在，你真恶心，不要讲好不好？其实开刀或不开刀都有风险，所以我和我爸决定开刀，一了百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想得好像快死了一样。是可能会死，一半一半吧。所以我找你来。等一下，我爸会拿照相机帮我们拍照留念。唉，这是身为生前最后一张照片。你看他旁边是谢振杰，还笑得很开心。变态啊你！你才变态。你会害怕对不对？小姐，谢谢你。是我的吗？谢谢你帮我做的。我有做什么吗？谢谢你带我冒险。你知道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，从来都不能做，爸爸也不让我做，像是打篮球，像是交女朋友，像是和詹老师呛虾，像学校要我应该要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一点也做不到。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做什么。对我而言，你已经做了很多很多。我借着你的力气，做了很多很多。谢谢你带我做的事，带我冒险。
后来我看到照片，我们都在笑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笑。拍的好不好吃啊？还不错啊。好难吃哦。喝啊。你要是看得到挂啊，就再也没机会喝了。高伟琴闭嘴。说明看得到，闭嘴，马上就可以回学校了。如果开刀顺利的话，一定会很顺利。对了，学校最近怎么样啊？对了，学校最近怎么样？学校没有怎么样啊。那张老师呢？张老师呢？他能怎样？还不就那样。那雨浩他们嘞，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雨浩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他们很 OK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是他们之前对我们乱机车一把哎。不会啊，他们对我跟你都乱机车一把的。他们对我很 OK。现在数学上到哪里啊？你数学上到哪里啊？今天上函数。千姐，你到底还骗我们多久？你骗我们什么？我没有骗你们啊，你就告诉他们呢，你今天翘课啊，你明天要翘课啊，你要跟我去蜜月玩，你再顺便告诉他们，你根本不想回学校去，我帮你那么多，你根本就不想回学校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对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娘娘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，所以你看到顺利，我先走了。仙姐，仙姐，不要压我。喂，就只会跟我打架。不要打了。里面那些人就追老跑。不要打，你干什么？对，干嘛？对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只会绕跑。要打了，下面是有事，可是不关你的事，要打了你，是自己的事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我看到你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重新来过，这等于是我的事。小杰，我想这也应该是我的事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对付詹老师。你这样绕跑，对我们都不公平。主要是有事，但是我解决不了，你们也解决不了。什么事情解决不了？还是詹老师吗？不是詹老师，是所有老师，所有同学。他们不要害我同班，他们不进教室，他们罢课。我一般我彭老师，也被他们威胁说要解聘。你们解决得了吗？我们可以再次协调会啊，谁怕谁啊？难道你要我跟他们走学校吗？我没有那么麻烦。小军，等一下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勇敢。小军，等一下。